粉丝要求今天做一个中国蓝排骨面，哈，面条好不好吃全在于怎么烫。今天我来教会你，咱们先准备一袋面条，再来一块猪肉，猪肉剁成末，葱花蒜末，胡萝卜丝、黄瓜丝、红绿椒椒末，几锅猪油、二锅肉末，肉末炒熟来一勺黄豆酱，再加入葱花蒜末，少放点料酒去去腥，来半勺酱油，加入一碗清水，找句老师傅调调颜色，盐、鸡精、白糖、胡椒粉。小火咕的一分钟，水淀粉勾勾薄芡，最后咱们撒入青红辣椒，这样做的鲜椒肉末卤你学会了吗？剩下的也可以放点大米饭吃，老香了。下一步准备煮面条，水开咱们下入面条，用筷子给它划散，以免粘在一起。面条煮熟咱们过水流凉，最后放上胡萝卜丝、黄瓜丝，再浇上咱们的鲜椒肉末卤，苏格兰排骨面制作完成。你看看你好吃不？你能吃习惯？这么一拌老香了。如果你学会了，记得给我立一个双击，感谢支持。